肉啊，肉水饺。小龙包我吃一个，你吃什么？我吃下面的，还在地上。小龙，你挖了一道馅儿，侬才吃肚子了，我好像还滴了炒炒肉吧，对吧？啥东西啊？再拿个调羹，可以继续。哎，美女，你今天怎么又冒出来两个？这是什么？还是远？他说早上今天没人。慢。不是慢一点，嗯，不是，ちょっと全店っぽい味だけど。你就是拍嘴皮，就是拍个皮，很小的拍嘴皮。后面就拍照片，出了噶些钞票一个过拍，就为了拍照片一个。小小一。先养了，其实小东就老吃一壶的嘛。是啊，新牛村哎，就这新牛小东，小东这里红嘛，没得了，就红汤嘛，稍微有点红。上个小东有的嘛是大汤，上海不上海话我们就不懂事，上海边不懂嘛。猪排，猪排我要了三块，对吧？对，你多切会儿。快点切切。没地方放了。不是上面，咱谁要吃猪排啊？啊，哎呦，这牛排吃，要猪蹄丝啊。姐姐，吃饭。小龙放哪？工资在这里吧。小龙把账单给我。还有我老板助理。我老板助理。你要看老背影，是个小龙。什么？还是叫什么？什么？你要看买，我现在叫什么呢？因为。ガロメはアサリのラロで辛くないし、まあトロトロもないんだけど、アサリの味やな。全然辛くない。な、見た目ほど辛くないね。まあ美味しいな。